无能为力的是当断，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，心中凡欲执念当离，目之所及皆是回忆，心之所想皆是过往，放下执念才能回归安宁。穿过岁月的风雨和人家，才看到彩虹悠然的绽放，翻山越岭的青春谁不曾迷茫，感叹世事诸多无常，错过当初的梦想与希望，回首